走了是几个意思啊？那我们乐队就算了吧。你少说两句吧，谁不伤心啊？我就送你。是不是老大的声音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招了，是秦叔叔让我随时报告秦毅的行踪给他，我觉得是他爸关心他，我就答应了。对不起，你什么都可以出卖吗？刘正老师，停车让他下去。这个女人不配成为我们的朋友。按照约定，你应该放弃那个破乐队，该去美国了吧？哎，愿赌服输，你答应过我的啊。是个破比赛嘛，没什么的，就过去了啊。您知道比失去一个亲人更可悲的是什么？就是他活在您的世界，您却从来没有走进过他的世界。那我们要选哪一种呢？博同情，秦毅的好朋友丸子刚刚不就……你再说一次。阿奇，冷静。上次是还跟你没完，你要是再敢脾气，丸子你试试。现实很残酷，但也很公平，就看你愿意付出多少了。拜托。拜托拜托啊！帮一下人家吴京啊！但吴京需要你们的帮助啊！我好可爱。对啊。就这一次哦，最后一次。那这一次不为别人而唱，为自己而唱。Coco 在，吴京在，英龙在，秦毅。我们不要再给青春留下任何遗憾。这世界很酷。